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九百页，九百页，倒数第四行，经文是：一王而无人。这是世尊的极其感叹的话。净宗无极之甚道，这一句也是赞叹，说净土念佛法门是所有法门当中无与伦比、登峰造极、殊胜的成佛之道。无论什么人遇到了，能信能愿肯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快速稳当，成佛的大道一生圆满成就，再找不到第二个法门能跟他相比。这样殊胜的成佛之道很容易去，你看，只要你信，信由西方极乐世界，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向情愿往生极乐清净阿弥陀佛，这就去了。可是怎么样呢？可是没有人。为什么会没有人？我们看净严大师的说法，修因就去啊，这叫业王啊。因就三个条件：信、愿、念佛。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加两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这两个字加不加没关系，这两个字
是恭敬的意思，也是客气话。明朝末年，莲池大师在世，晚年专修净土，就一句佛号。有人问他：“你老人家教别人念佛，怎么教法？”我教别人念佛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你自己怎么念佛了？我自己只念阿弥陀佛。你问为什么？别人未必想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加南无两个字好。南无是皈依的意思，恭敬的意思。啊，皈依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未必想去。真正想去，这个话就不必说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持名号，名号是阿弥陀佛四个字。莲池大师说得好啊，我们要清楚啊，真正想去，下定决心，那些客气话都不说了，一句名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往生。一往修行，这是容易，很容易去的，无人修行，往生人就少了。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我在台中住了10年，台中莲社是李老师创办的，我认识李老师，到台中去拜他为老师，跟他学教。那个时候莲社成立10周年啊，有多少莲友呢跟李老师修净土的，有20万人。台中莲社的莲友有20万人。我在那里住了10年，我离开的时候，台中莲社的莲友是50万人。啊，10年从20万增长到50万。台湾最兴旺的一个道场。啊，老师常说，我们莲友都是念阿弥陀佛，都是求生极乐世界的。10000个人当中，有几个人能往生呢？3个5个而已啊。唐朝时候，善导大师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为什么到这个时代啊，李老师这个道场有讲经有念佛，为什么10000人只有3、5个往生啊？现在过了50年了，大概现在10000人当中啊，能有一个往生就不错了。什么原因？不是真正想往生的，口头上想往生。
真正是往生了，所以我是大福气，大福气不求往生的。如果上面挂个牌子，七天决定往生，大概一个都没有了，没有一个人敢来，七天就要死了，这还得了啊？所以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古时候人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个个往生了。现在是搞假的，不是搞真的。啊，这个事情牵挂的事情太多了。啊，真的是放不下。啊，确确实实是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啊。若不往生，就是搞生死轮回，往生生死就没有了。我们看到这个往生的人死了，实际上他自己呢没有死，他这个身体丢掉了，换了一个身体。啊，前天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往生，我跟大家报告的，十岁的小女孩。啊，她念佛三年，七岁念佛，听说极乐世界好，她非常向往。啊，念了三年，真成功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大家看到他踏上莲花，转女身成男身，啊，走了，这是不死，不往生肯定要死，往生就是长生，往生就是无量寿，你马上就证得。啊，生死永远了了，不再搞这个把戏了。啊，所以为什么幸运出问题，全都是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啊，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学，认识不够啊。啊，今佛慈悲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是我们看不懂，我们念一辈子也没有了解。啊，古人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明白了。我们今天读书万遍，也不能自见。什么原因？我们没有那一份诚意，没有那样的恭敬。印光大师一生劝人，一份诚敬得一份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没有用真诚心，我们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学一辈子都没有开悟，都没有明白啊，对这个世间还是留恋，还是不肯放下，所以虽然很容易去，也去不成。道理在此地啊，
正因为这个现象，下莲居老居士不能不出现。啊，黄念祖老居士不能不再来。这两个人，菩萨再来。啊，来干什么的？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的众生。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利究竟苦，得究竟乐，他来干这个的。啊，我这一生很侥幸，学佛62年，讲经55年，我懂得了吗？现在懂得一点了，几时开始懂得的？最近的3年了，讲经教学53年才懂啊，才真搞明白了。读书千遍，我不知千遍的。啊，佛法难，难在看破，这张家大师教我的，不难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你才放不下。真正看破了，放下便是。啊，看破放下哪个难？看破难，啊，这个世界看破了，你还想留念吗？极乐世界看破了，你能不去吗？不可能。啊，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极乐世界还不肯去，全是没看破。对极乐世界不了解，对娑婆世界也不了解。啊，世尊出世，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讲经说法49年，为的什么？帮助我们看破。啊，那么今天人佛菩萨来讲经，他也没办法看破。什么原因？不具备条件，入学的条件是尊师重道，尊师重道的念概念没有，所以佛菩萨来教他不尊重老师，不重视佛法，什么都得不到。啊，不具备条件的，没有尊师重道修科学性，科学技术没问题，学圣贤学问不行。啊，而尊师重道又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不孝父母怎么可能尊重别人？没有这个道理的。啊，中国几千年来
教学的中心理念就是孝道啊，孝亲，然后才懂得尊师啊，没有说不孝父母的人他会尊重老师，历史上找不到。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历代帝王几千年，没有一个不重视孝道的。啊，中国讲孝子，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人就是舜王。距离我们现在4500年啊，尧舜的时代，啊，读他的历史，我们非常受感动。啊！但是现在人读他的历史，没有感触，麻木不仁。啊！你要问为什么？我们把老祖宗的教诲丢掉了。啊！现在的人不但没有见到，听都没听说过啊，乍听之下就非常陌生，非常压抑啊，感觉都奇怪这是。圣贤教育推行的难处，真难啊！是我们这200年来对圣贤人尊重那种认知感情淡薄了西洋科技文明传到中国啊，年轻人迷在科幻当中，把自己祖宗留下东西忘掉了，忘本了啊！科幻带给我们有哪些好处？啊，这都是表面的。今天科学的进步，啊，没有科学技术，不能建大楼。啊，爬楼梯太累了，现在有电梯。啊，100多层的高楼，轻易就上去了。
媒体有电视有电信这个传真这都是科学技术旅行有飞机有轮船有汽车不像从前用牛马拉车在进步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付出一些什么代价然后就比较一下值不值得社会的动乱人活在世间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的保障过日子活一天算一天谁敢想明天谁敢想明年亲情没有了人与人之间道义没有了再说的浅显一点信用没有了人都骗人父子都骗儿子骗爸爸爸爸骗儿子夫妻互相欺骗这在古时候不要远300年前社会里头没有这个现象那有这个现象大家觉得太奇怪了怎么会这种现象出来付出惨痛的代价了付出幸福美满的人生呢享受这一点科技文明不值得了看看中国古典文学那个时候的人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他多美耶现在人想象不到这都是根丢掉了根就是孝道中国人过去几千年来幸福美满的人生在什么时候晚年养老那是什么那是享受国宝小时候发奋努力求学中年时候奉献给家庭社会国家晚年享福前面是种因的晚年是果报现在人没有种因的晚年苦人一到老就进老人院没地方去了老人院里面中国有一句谚语说吃睡等死这老人院很可怜他别的娱乐什么都没有纵然有娱乐他不想看我们在国外有些学校义务星期假日到老人院里面来唱歌来表演很多老人理都不理会端个凳子到外面晒太阳他内心太痛苦了
所以老人院自杀的人多，这个日子生不如死啊！但是中国过去的老人不一样，老了退休了，工作放下了，是落叶归根啊！归根的呢，归根是回老家，老家养老。家庭老人活动中心在哪里？在祠堂。祠堂是根的，里面供奉祖宗牌位啊。啊，老人在祠堂里，祠堂是他们的俱乐部啊，像茶馆一样啊。啊，有说唱艺术啊，啊，有表演的民间的歌舞啊，在哪里演？在祠堂。那所以老人活得很快乐，每一天大家在一起聊天啊，喝茶啊，听戏啊，唱歌啊，老人还有身体很健康的啊，画画写字，还有教小朋友，因为家庭子弟学校就是私塾，也是在祠堂里，让老小可以合在一起啊，私塾下课小朋友就去找老人啊，老人带着小朋友玩，他真快乐，他天伦之乐啊，那些小孩通通是自己的晚辈，孙子辈的，重孙辈的啊，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只有中国有，但是中国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还有，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我们传统文化断掉了，如何能再恢复？啊，这真正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如果这个不能恢复，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啊，付出没有收获，回收，谁肯付出？一生付出了，到晚年敬老人院，完全是跟陌生人在一起，谁愿意干？啊，所以在付出的时候，他能不欺骗人吗？但是欺骗人有果报，他不知道。啊，晚年所受的花报。满腹的怨恨，死了以后果报，这三途啊！啊，懂得佛法，深入经藏的人，就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怎么办？我们中国人说老实话。佛的净土宗传到中国来了，别的国家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不幸中的大幸呐！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生，为什么下次不来了？啊，下一次再来是佛的身份来了，菩萨身份来了，不是凡夫。
这种殊胜的缘到哪去找？啊，我们要感谢汉明帝。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把印度这些高僧请到中国来，所以佛法是帝王请来的，不是他自己来的。啊，庐山慧远大师啊，在一切经里头发现无量寿经，是祸在江西庐山建立莲舍念佛堂，东林念佛堂啊，中国人不但接受这个经教，真干啊，当时相信净土，发心求愿往生，123个人，个个成就，不是假的。圆公大师4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是往生的时候才说出来，没往生之前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出来，这第4次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还有莲舍早往生的同修通通跟阿弥陀佛来了。啊，经宗一直传到今天，成就不可思议。啊，这1700多年，啊，修净土往生的人，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要超过10万人。那就是以这个法门在中国啊，这1700年来有10万人成佛去了我们要知道根基呢，别的是假的啊，在这个世界享乐是假的，日子过得很辛苦，过得很痛苦，也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通通不要放在心上。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放在口上，啊，科学里头有一句话说，分秒必争，我们把它用在我们念佛上，啊，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如果没有念这句话，这一秒钟空过了，白过了，多可惜！啊，分分秒秒没有杂念，万缘放下，分分秒秒就这一句话好。那往生的人就多了。我们看底下家乡书。
直修生念成就，戒得往生，这么容易。啊，生念，生念佛的方法，生念的讲法很多，我们可以采取印光老法师的生念法。生念是计数，心里头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句数清清楚楚，从一到十。啊，念完呢，再从一到十。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心？这就能摄心，你不打妄想，因为你打妄想就错了。啊，这个十的顺序就错掉了，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啊，如果是初学，十句太长记不得，你分两次。啊，两次呢？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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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五。那接着念呢？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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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十，啊，不是一到五，一到五不是这个，啊，一到五，六到十，啊，或者三三四，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计数也行，通通是帮助你摄心的，啊，在念佛当中是。把妄想杂念打掉，啊，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不分昼夜，啊，决定成功。要真干呢，不干没时间了啊！但是呢，真干的人少啊，啊，念佛，佛号里头有夹杂，有怀疑。这就不能成功，把你念佛功夫统统破坏掉了。那不能怀疑，不能夹杂，不能有妄想。所以说，一妄而无人。这是加强书里面的话，下面念老啊给我们做个小注：加强上业，往生者多啊。前面说往生多啊，那这个地方又说往生的稀少，好像是矛盾。实际上呢，没有违背，因从十方往生之人而言。确实无极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我们地球上这些人的，不是现这个设方无量无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大慈大悲，都是劝人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所以设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啊。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啊。这么多人去往生。
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阿弥陀佛都要去接引。啊，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的人，一分一秒也没中断。啊，他是怎么样去接生的？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他用分身化身。啊，他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有多少众生，他就能化多少身。每一个人往生都看见阿弥陀佛来带他去，没有一个漏掉的。阿弥陀佛有这样的神通，有这样的本事啊，那再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有阿弥陀佛同样的神通能量，也就是说我们有本事化无量无边身，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们化身去干什么呢？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去供养佛啊，拜佛供养是修福，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不但修福，而且还听经闻法修慧，所以到极乐世界佛慧很容易圆满，圆满是见性，见性就圆满了，因为佛慧是自性的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同时十方诸佛刹土都有我们的有缘人，因为无量劫以来十方刹土我们都去过的，都在那待过的，啊，这一生在人道住在地球里，来生如果到天道就不在这个地球了，就超越了。啊，天道不在地面，所有的星球都是地面，它不在星球上，啊，在空中。啊，地居天只有两层，四王天在地面，忉利天在地面，夜摩天就不在地面，在空中，日月界天。啊，这些认清楚，搞明白，啊，然后你才会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个世界最圆满，这个世界最究竟，是最好居住环境，最好的修学环境。到达这个地方，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再向上提升一级就成佛了。这么容易，这么快呀！啊，我们看底下的注解，但就此绘图而论，在幸运往生之人，任书稀有啊，故云无人。啊，此图就我们地球来说，啊，地球上的居民70多亿，
啊，七十亿人当中，遇到佛法的不多。啊，联合国有统计，全世界这个宗教的信徒啊，是以基督教最多。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包括犹太教，这三个教合起来20多万人的啊，这个20多亿啊，70亿里头20多亿。伊斯兰教第二，伊斯兰教大概有15亿。这两个教加起来大概有50亿。啊，佛教徒大概是7亿。啊，其他宗教人数都不多了。啊，佛教徒7亿人，70亿，1/10。那这1/10的人遇到净土的，遇到念佛法门的，大概1/10都不到。啊，在中国净土大家知道，在外国人不晓得有净土。啊，早年美国就没有净土，美国那边的佛教一个是从日本传去的，一个是从西藏传去的。日本传去的是禅，西藏传去的是密，啊，美国的佛教这是两大宗，念佛的人很少，啊，我到美国去，这就把净土带过去，啊，请我的是一个美国的。可以算是佛教徒，美国人啊，他在念大学，念研究所，还是博士班啊，他研究的课题是《华严经》。啊，学校跟台湾大学有交换学生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学华严啊，在台大那个时候我正好讲华严经啊，学校就把这个学生送到我们图书馆啊，华藏视听图书馆，他住在我图书馆里住了一个学期。他劝我到美国把净土宗带到美国去啊，我也很感谢他的好意，以后确实有这么个缘分到美国去了啊。净土要不讲清楚不讲明白，没人相信啊，所以他在我那住了4-5个月，常常听我讲解。啊，我讲解那个每天晚上不中断，那个时候晚上讲1.5个小时。
啊，没有现代的化的设备，啊，在美国有了净土宗，少啊，太少了。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讲这个信愿持名就能往生，一般人不相信。那这个太容易了，太简单了，这是真的吗？啊，是不是佛陀对于一类根性很烈的人呢，安慰的设的这个方法？大家不相信。啊，真难呐！啊，这就是说，信愿往生的人真正稀有。啊，用一往而无人，后面两句。其果不涅槃，自然所牵随。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自然。首句说的是彼国。就是极乐世界，于过辈诸往生者，这就是三辈九品。啊，这些往生的人，都不念，都不悔，啊。让所有往生的人个个都能够称心如意，在极乐世界无量法门，你想学哪一个法门，阿弥陀佛就教你哪个法门。而且呢，一定教导你，照顾你，到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阿弥陀佛负这个责任，啊，决定帮助你成佛。这好老师啊，啊，成佛之后。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通了，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一门即是一切门，一法就是一切法，一通一切都通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至于次一句就是自然所牵随，这一句古来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静音素月，其果不逆，张前一往。啊，张是表彰。就是说不逆是容易取啊。自然之所牵呢，张前面说无人。啊，自然牵累了你。你去不了。那么自然所牵下面解释。娑婆众生久习盖禅，自然为之
千夫不去，故彼无人。啊，这书上讲的，下面念老的经给我们解释。啊，书说，极乐世界于诸往生者，毫无违逆。这就是经上讲一往的意思。但是娑婆世界的人久在烦恼盖覆缠缚之中，这句话是真的。我们在娑婆世界时间久啊，久到什么程度？无量劫有无量劫，无量劫各无量劫。我们在六道里的搞轮回啊，时间太长了，生生世世跟这些众生有恩有怨。所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你为什么不能去？牵挂家亲眷属。家亲眷属是你的亲人，家庭眷属也是你的魔障。那为什么他不让你去往生？啊，他还让你继续搞轮回，还叫你搞三恶道。啊，你没有把它看破，啊，你还要黏着不肯放下，啊，亲情要放下，财产要放下，田地位要放下，地位要放下，怨恨要放下，样样都要放下，你才能去啊。有一桩放不下，就把你缠住了。啊，就好像一根绳子把你绑住，你跑不掉了。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上多少根绳子，数不清的。啊，这放不下的全是障碍啊。我年轻的时候刚刚接触佛法，啊，遇到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佛门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快成就，其如佛境界。大师告诉我六个字，有啊，看得破，放得下，就入佛境界。啊，看破是什么？真正明白了，这叫看破。明白之后，你才会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不该放下。对大臣来说，统统要放下，一样放不下就不能成就。对净土来讲呢，一切要放下，只要执着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不能放下。
啊，净土成就是分两段，第一段要到极乐世界，要支持名号，弥陀经上讲的知识之主，持是保持，不能失掉啊，就名号阿弥陀佛，坚定的执着，其他的统统不执着，都放下啊。成就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成佛。所以他把成佛分作两段，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分成两段的。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其他的法门难，真的。啊，烦恼习气太深了，从哪里放弃？啊，从执着。啊，大小乘都讲。啊，首先放下见惑，就是我们错误的看法。错误看法的头一个是身体。身体是我，错了，根本错了。佛告诉我们，身体不是我，执着身体是我的人放不下，放不下这个身体。身体刹那生灭了，怎么会是你呢？啊，佛告诉我们，我是不生不灭。我在哪里啊？我在这个身体里头，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有的，好像衣服，衣服不是我。这是我所有的。啊，舍身受身就像换衣服一样。身体老了衰了不好用了，换一个。旧的不要了，换个新的。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换呢，自己做不了主。这真可怜呐！谁做主呢？业力做主。这个业力最明显的就是善跟恶。你的心善，你的言善，说话善，行为善，你这个身体越换越好。那这善善就换好的，啊，人间，在这个人间呢，换的是越换是富贵，健康啊，长寿啊，啊，家庭幸福美满。这善报啊，更大的善呢，人间没有，就天上，自然就升天啊，天的福报比人大，天有28层天，你在哪个阶层，看你有多大的福报啊，你做了多大的好，多少的好事，自然往上面升啊，如果是恶念，坏事做的多，啊，那果报是三途，
畜生、恶鬼、地狱。啊，换畜生身，换个恶鬼身，换个地狱身，越换越差了，自己不能做主啊，业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真正痛下决心，断恶修善。这是佛教我们，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不要多三恶道。啊，我智慧现前了，知道轮回真苦。啊，轮回能保住我这三善道吗？我不多三恶道，不可能。啊，我们从早到晚，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你冷静想想，这一天当中，这一年当中，是善多还是恶多，你就明白将来到哪里去。如果是善多，三善道；恶多，三善道，三恶道。无法避免的。那我们碰到净宗了，遇到阿弥陀佛了，把什么都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那将来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一往，一点都不难。啊，难就是你放不下。一桩事情放不下，你就去不了。啊，桩桩事情通通都要放下，你就决定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待的时间太久了。燃的习气太深了，啊，所以自然为这一些业力习气潜伏不去，是这么个原因。啊，为什么要读经？长时间的听经读经，帮助我们放下。啊，读经慢慢明白了，明白才真肯放下。啊，学佛知识分子，对大乘经教，稍稍其如，会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然后你喜欢的手不释卷的。啊，这是什么？被佛法迷了。世间东西丢掉了，佛法好，贪着佛法。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往生是叫你放下贪嗔痴，不是叫你换对象。事法不贪了，佛法我贪，贪财呀、啊！啊，佛教我们断贪嗔痴慢疑，绝对不是换对象。啊，因为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就是障碍啊。这个经题上就写明白了，清净平等觉啊。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
一月比一月清净，一天比一天清净。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好事。啊，心净则佛土净，你一定生净土。啊，如果心里头还有染污，放不下的全是染污，善恶统统是染污，去不了。那么娑婆之人，久在烦恼盖覆缠缚之中，自然受其牵缚，不生厌离。啊，你对于娑婆世界，你不讨厌它，你不想离开，也能往生。这就说明白了，为什么一万个人念佛，只有三五个真正放下了，对这个世界一丝毫贪念都没有了，所以他很容易的就走了。对这个世界还有丝毫贪念，没放下，还有丝毫怨恨怨气没放下，都去不了。啊，这是一往而无人呢，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法住思云，言自然所牵者，因缘果满，不加功用，自然照之。这个说法也好啊。嘉祥大师说，修因修因窍照果，这为此果所牵。他讲的这个意思跟法住所说的相同。这个窍是什么意思呢？常云窍要、窍妙、窍门。啊，平常用语当中啊，窍门用得多。啊，淫欲就是精要、巧妙、恰当、关键，有这些意思。阴窍啊，他修的这个阴呢、啊，是个窍门呐、啊。这什么窍门？成佛的窍门，往生净土的窍门。啊，修这个修得很好。修得很熟，到时候他自然往生。啊，是自然所牵随。啊，他修的这个功夫就是幸运持名，牵引他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讲法。二师同志啊，嘉祥跟法住说的意思相同，皆为修因得果，自然可以往生。以上所说的不同，两种说法不一样，但是都不违背经的意思。啊，能往生的是幸愿持名牵引他去的，
不能往生的是这个世间烦恼习气，他不能放下，牵引着他不能往生。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再看底下这段，受乐无极，受是寿命，乐是快乐，无极。我们看经文，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啊，前面两句注解里头说，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捐是放弃啊，弃除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放下。放下什么？净土念佛堂的堂主有几句口头禅，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专念。这重要啊！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里头不能有身心世界啊！带着这个念。念佛功夫完全被破坏了，白念了啊！念佛一定要万缘放下，于事无求啊，啊，志，一般讲志愿的，有志有愿的，没放下了。你的志愿要全放下。啊，只许这个愿呢，愿生净土，只允许这些，啊，不能有别的念头。啊，于事无求，心怀空寂，尽无垢染，犹如虚空。故云：捐之若虚空啊，也就是万缘放下也。啊。我们把这个也字换一个字，万缘放下了，就是捐之若虚空。万缘放下之后，勤行求道德，什么是道德？念老给我们解释，正法名为道，道是什么？道路啊，这条道路通哪里？通大般涅槃，通往成佛。
成佛之道。啊，正法。哪一法是正法？你看看正字是什么意思？中国文字妙哎，外国文字没有啊。你看这个字的含义，上面是宜，下面是止，止在宜就是正法。不定什么法，只要你是一法就是正法，你二法呢就不正了。啊，三法四法那就不必谈了，你不能成就啊。这个一止就是我们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正法。啊，为什么？一就是戒律，你守住。啊，一直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得定。定就开智慧，啊，智慧就圆满了。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啊，所以一止，我得到一，我就止于一，啊，决定是一门深入。啊，不仅是佛经，你要儒家四书五经行，行，我能把行止于一部《论语》，能不能成佛？能，决定能。只要你遵守这个方法，啊，止于一。你天天念诵，啊，手段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部《论语》，《论语》不长，能够背的大概半个小时。啊，那么一天念多少遍呢？我们用时间算，一天至少要念十个小时。那半个钟点可以背一遍的话，就是二十遍。这叫摄心。啊，论语长。摄心越短越好啊！所以古人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为什么？越少越简单越容易。你看佛就四个字，阿弥陀佛。六字大明咒还六个字，唵嘛呢叭咧咪吽，比这个长啊！阿弥陀佛比那个简单呢、啊，越简单越有效。越简单越不容易啊！不容易是什么？妄想杂念进不去啊！你念一部经，妄想杂念容易进去，念佛号不容易进去，它绵绵密密，没有空隙容纳你啊！古人这个方法妙绝了啊，得定之后功夫继续不断，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就开悟了啊，这一开悟了全明白了不但佛法明白了，世间法全明白了
这是中国人读书，求的是智慧，不是知识。有智慧，自然有知识；有知识，没有智慧。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不圆满，而且有后遗症。啊，今天全世界学校里头所教导的全是知识，没有智慧啊，所以人心浮躁，他定不下来，妄念很多，杂念很多啊，所以表现出来的心浮气躁。啊，真正有学问、有道德，啊，心地清净的老师太少了。啊，我遇到这三个老师，在一般上比较，啊，是比人高一等。啊，也就是说他们的妄念少，杂念少，心地比较清净，操守好，啊，这个方东美先生，他每天读书，没中断。啊，特别喜欢《华严经》，在这上用的功夫很多。啊，张家大师，他吃粥。可以说大概除了睡眠之外，他是分秒不舍啊，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见到他，他都是这样。确确实实给我们实现的身心世界统统放下了，我见到了啊，再就李老师啊，李老师的心没有张家大师那么转那么清净，没有，李老师的事情多，办的事业太多，没有好的得力助手，所以不能不操心。我们在他身边，想帮忙帮不上，有障缘呢，有人障碍。我知道，他也知道。啊，在台中创办联社，一切是台中人为主。啊，董事会里面，大部分全是台中人。老师虽然是董事长，但听他们大家的意思，不能违背。啊，所以难呐！啊，这正法两个字，我们都认识它。
如果修净土不能够一门深入啊，学净土还得学华严、学法华、学唯识、学一大堆，这就不是正法了。到哪去？末法去了。正法是一门，至于一啊，中国这文字好，愿教你的。至于一，这就是道。这个道通大涅槃，通成佛之道，通菩萨之道。得道而不失叫做得。我真正明白了，我真正依教奉行，我做到了，这就是得。我真的一门深入，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这叫德。道跟德你都得到了，勤行求道德，这就是一念当体。一念当体禅宗的话，不许有第二个念。那么我们要问，今天善知识没有了，无论是学佛、学儒、学道，怎么办？如果你要真正摸着正法了，没有老师也能成就。为什么？你真正相信，相信什么？第一个相信是心是佛佛是什么？佛是真心，佛是本心，人人皆有。既然人人皆有，你为什么成不了佛？因为你没有得到正法。你得到正法肯定成佛，正法不要人笑。我们修净土，我们希望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的正法就是大乘无量寿经。我就这一门解释这一门的，我就用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这个脊柱好古往今来佛经上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说的通通引用在其中一共引用的资料193种引用的经论83种，引用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一共193种，内容太丰富了这里头还有很多名词术语，我们从查字典、查参考资料，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所以还有一份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印出来了，这是大经界的参考资料。上下两侧分量跟这个大经界一样，大家拿到这个就省了自己查字典去收集资料了，就通通有了。
全了。啊，科注两册，资料两册，正法了，成佛之道啊。没有老师，你拿到这个四本，你就能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你就是专弘净宗的大德。只要你肯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学习的理念。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读书的方法。你有这个理念，你有这个方法，没有一个不成就，个个成就。啊，过去我这50多年来讲的经论大概有70种啊，留着有光碟的，早年没有录像，有录音啊，这些录音录像啊都留下来的，可以办个佛学院，用光碟来学习，你愿意学习哪一样，一样就是正法。不要学太多，学无量寿经的，学阿弥陀经的，学观无量寿经的，学大势至圆通章的，啊，学普贤行愿品的，学往生论的，通通可以。这是净土宗，其他宗派也一样，学华严的，学法华的，学楞严的，啊，学法相唯识的，过去都有这些，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啊，果然能选在一门上，在一门依照这个方法理论，你去干10年，你就是当代的大法师。啊，我要有缘能有个地方啊，这些同学们大家在一起休息，个人搞个人的，很有味道啊，搞到你有心得了啊，你的心定了，智慧慢慢透出来了，你讲给我们大家听听。那我们这些大家人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这个阿弥陀第一，那个观世音第一，那个大势至第一，都第一，没第二的。啊，无量寿经第一，观经第一，弥陀经第一，全是第一。10年之后，都是一把手出来了。啊，净宗就发扬光大了。啊，其他宗派各种经典一起学，个个都成就。啊，完全用光碟啊，用录像录音来教学啊，不用请老师啊，用这些帮助大家，大家只要一门深入就成功了。这个事情要赶快做，越早越好啊，所以我现在感觉到马六甲的汉学院、斯里兰卡的龙溪大学还得2年了，不能等了，现在就干啊。昨天我把悟行法师找来，打算就干啊，在哪里呢？在台南基洛寺，悟行是主持。昨天我告诉他我这个想法啊，我问他
这个小道场20个学生居住有没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啊，他的道场可以住100人。我说那行。啊，我们只希望有20个人，有20部经论。啊，10年之后肯定出人才。啊，香港这种没有环境，居住没地方，啊，那么台南距离我们很近，现在台南跟香港有直飞的飞机，50分钟就到了。啊，如果我们先干，2年之后，成绩优秀的，可以到汉学院去教，去做教授。啊，龙溪大学可以做教授。我们虽然没有博士学位，我们有实力。啊，我来给大家推荐，来保送。好事情啊。底下两句，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期啊。哎呦，这两句话好。世间无有真长生法，在地球上没有啊，长生不老的人找不到啊，唯有往生才得长生，这句话重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真正长生啊！啊，经里都告诉我们，过中这个过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声闻天人无数啊，寿命一切无量，个个都是无量寿。啊，他们的生活，与彼国中啊，无有众苦，生老病死苦没有，爱别离的苦没有，怨憎会的苦没有，求不得的苦没有，极乐世界心想事成，有求必应啊！甚至于你想居住的房子，你喜欢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喜欢大，它就变大；喜欢小，它就变小；喜欢在地面上，这房子落在地；喜欢在空中，这房子就升空了。再举一个例子，一切全是这样子。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啊，可是我们这里搞饮食搞了无量劫，有这个习气，哎，突然想起来怎么好久没吃东西了，这个念头才起来，这个桌子上摆满了饮食啊，百味饮食啊，这个百味饮食是过去皇上吃饭多少个菜，100道菜，不管他吃不吃，一定是100道菜，代表圆满。啊，百味饮食就先前了，不想要了，不想要就没有了，哎，也不要收拾，也不要去洗碗筷。这个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居住的环境一尘不染，
不需要打扫啊。啊，衣服想要穿什么衣服在身上。啊，衣服永远不会肮脏。啊，永远不会去洗衣服，没这种麻烦事情。啊，要想到哪里去，不必要车，车太麻烦了。啊，心里想到哪里，人生就到了。神通啊，没有距离，再远念头一想就到了。啊，这是极乐世界生活状况。声闻是方便有余土，天人是凡圣同居土。啊，十报头就不说了，太好了，我们无法想象。啊，说他们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人数无量无边。寿命也是无量无边，于彼过重，无有重苦。啊，极乐世界听不到苦这个名词，他没有苦。啊，他只有乐。这个落里头最落的是见佛，是闻法，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啊，这都快乐。在这个世界见一个善知识不容易，见菩萨见佛，见不到啊。这个地方是凡圣同居土，确实有佛菩萨，有阿罗汉住在地球上，见不到啊。只有极少数跟佛菩萨特别有缘分，偶然见到，见到之后以后再见不到了。啊，那么中国四大名山菩萨真住在那里，地藏菩萨在九华，观世音菩萨在普陀，文殊在五台，普贤在峨眉，在不在？真在。啊，虚云老和尚四十多岁的时候朝五台，两次遇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示现的像是乞丐叫花子啊，虚老他是从普陀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用了三年的时间，路上两次生病，乞丐救了他啊，照顾他半个多月，把他的身体调养好，让他再去拜。啊，他叫文吉，到五台山之后，人家告诉他，文殊菩萨化身，恍然大悟。四大名山真有四大菩萨在，至诚恭敬会遇到。
啊，文殊化身，两次照顾他一个多月，不是假的，不是几分钟就没有了，啊，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啊，都是在荒山野岭附近，没有村庄，在这种极难的时候，他来帮忙。啊，采这个草药给他治病。啊，所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菩萨化身我们不认识。啊，随意休息。直至成佛，故曰受乐无有期，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